咁作為今日嘅壓軸一曲咧，亦都係嚟自新加坡動樂團所演繹嘅道教音樂《漲水》啦。《漲水》咧係新加坡福建籍道士所使用嘅音樂，佢亦都係取材自福建嘅南音嘅。佢最大嘅特色咧就係加種吹奏樂嘅部分嘅，咁例如加咗鎖鈿啊、笛子等等啦，使得曲目咧更加輕快熱鬧嘅。咁喺輕快熱鬧嘅漲水襯托之下咧，同時間咧，我哋都要再一次請出三位我哋嘅功夫師傅啊，黃曉莉、曾希如及夏朗三位師傅咧，作中國武當功夫嘅演練嘅，請欣賞今日嘅壓軸一曲《漲水》。
演嘅時間咧，我哋首先有請陳天來會長啦、林金發副會長啦，以及各位嘉賓啦。